这都淘出来汤吗？这是卤的，卤排骨。基本上你们那边都是以牛肉为主的。可以说是以牛肉为主。自己开还是加盟的？自己开的。目前几家门店？目前这样吧，第一家在广东那边。这牛肉是哪个部位的？牛柳的背后，它比较有筋道，每天都有客人来点，几乎天天做。哇，这切丁的。这不能用搅拌机搅，如果搅拌机搅的话，就没有那个口感了。纯手工必须要用切的。酒店厨师吗？对，做了29年了。你这牛肉店是自己创的还是什么？自己的地方，出来自己创业。平能保存多久？一瓶能保存8个月，那还可以，因为它是属于油性的，不需要任何添加剂。这一盆能做多少罐？20斤。这油是大豆油吗？对，等它油够了，牛肉再下去。这一盆要做一锅还是做两锅？这个做两锅，一锅就差不多5斤左右。哇，好香啊！因为我们不是工厂流水线，我们还是保留那种传统的那个味，老人家特别喜欢，他拿回去，然后去拌面啊、拌饭啊，看过去很有肉感啊。对，手工切的就这样，人家带去港澳台啊，到时候带去国外啊，也很多的。你是闽南人吗？我漳州的，靠广东的。漳安那边的。哎，像那个香菇啊。哇，你这香菇也切得很碎。就是所有的东西必须要手工切的，在炒的时间比较长，差不多要切的。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牛肉腱，面很筋道，分量好吃，口感也不错。现在我要调小点，让肉比较小，香菇细，这样把那个香菇炒出来，还有那个芋头啊，看看一下哦。倒过来要这样让它自己开，它煮一下它那个都有那个一点点水分，它这个东西反正一沾到水分就出锅凉了，就装进去就行。哇，看这汤汁真的好浓啊，非常香。这样就可以了。现在是要那换年再装瓶子。对，哇，这一锅多少斤啊？40多斤。一斤多少钱？一斤58。店有几个人？手工七店。这种什么面好像比较粗啊？手工面。这个叫牛肉腱拌面哈。哎，对。我现在闻到那个香味非常香，来拌一下。你看这牛肉腱满满都是牛肉，随便一夹都牛肉出来了，而且闻起来很鲜。哇，吃起来能吃到那牛肉的颗粒感。它汤面还挺好吃的，挺 Q 弹的。像它这一份是5块钱，这个是牛大骨，然后它一斤是58，我们来试吃一下。哇，满满都是肉感。哇，这大口吃都很爽。像牛肉酱嘛，这叫牛肉沾牛肉。哇，很香啊！在这个牛肉腱里面加那个葱头油嘛，所以它吃起来入口就很鲜的。好，继续吃面。每一口都能吃到那个牛肉的腱的牛肉末，这么多。试一下那个牛肉腱拌饭吧，这牛肉腱它加多油就是油味比较多一点。哇，这拌饭吃都很赞，它这个就是为什么很香，因为它没加一滴水。看，全都是牛肉末，这么多，颜色比较深点，全都是牛肉末，这么大颗。哎呀，老板芝麻，黄哥，这种 pass 有看见都擦得很干，都里面有下黄五斤的，这真的都是你落寞。那平时一次多少斤？有人订的话就几十斤，一次自己办公室做的400多瓶，400多瓶啊？对，一瓶270，200斤左右了。然后店一罐就卖39块钱。有一个那个12岁，有时候他老爸叫他来这边吃饭，我无意中送他一瓶牛肉酱，他就上瘾了。这个就是纯手工方做啊，对啊，面工做。你像工厂流水线呢，把它做成商业化了，那个就失去灵魂了。你们家主要有几种口味？两种口味，盐味跟辣味。辣会很辣吗？会辣。吃的时候，刀子一定要干净，不能带点水分。现在是要做包装的，是呀、啊，这个要1到2斤的，1斤的独立包装。哦，这可以做伴手礼的，对，送人送礼。这样子，带两盒，现在就78块钱。